别照我脸啊，今天素颜。哎呀哎呀，早先老婆都这样似的赶的，这样赶得快。这么宽可以不？这么宽再宽，这么宽行吗？这面我泼油了，现在是油泼面的状态。终于要吃饭了，这是玫瑰姐给我做的大碗宽条油泼面，瞅瞅该有多宽。特别筋道，特别有养头。我的天哪，太僵了。这筷子太短了，换一个长筷子好了。牛排，这牛排上面我又撒了好多黑胡椒，特别喜欢黑椒那种味道。胡萝卜我也稍稍煎了一下。
没有面了。所以厚一块儿。大家要是不爱吃洋葱和胡萝卜的话，就跟牛排放一起煎一煎，煎一煎好吃。我自己买的牛肉想煎牛排，就煎不出这种感觉。它那个比较筋道的地方在中间这个位置，四周几乎是没有什么像是筋那种东西。一键消灭。吃太香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拜拜。